你为什么要呼噜？你碰到就是对啊，你为什么要呼噜？因为呼噜会听不到他的那个呼吸声。这个不要呼噜，不要呼噜，你不要那么随便。你的呼噜很廉价，不要那么随便，听听脑子。别碰我，桌子小心点。我是蜘蛛人。我不怕，不怕了。好好玩呀！叫我犯规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的丑照。这次原谅你，我刚醒来要干什么呀？我叫你看我，你知道你自己做错事情了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把泡炒泡面跟你吃几个鸡块？你有吃鸡块？有没有吃？有没有吃？有吃鸡块啊？胡毅？没有。五个鸡块，我吃了一块，其他四块跟炒泡面装在这个盒子里面。要不是你的阿嬷看监视器，我完全不晓得你把这个拿出来。这样就算了，东西呢？东西呢？很干净，一滴都不剩，里面吼还反光。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怎么看？怎么看？自己的饭都不吃，难怪那么胖。我想说你都没有什么在吃胖，为什么你那么胖？小胖，小胖。